说我偷偷谈恋爱，你才是吧？偷偷就和好，偷偷开始约会，他一来你就笑，一通电话你就走。上一秒答应我的事情，下一秒就忘了，在你心里我算什么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那我的努力到底算什么？ 不是你叫我努力去解开误会，不是你叫我去跟人家道歉，不是你跟我说做人就是要有来有往，这些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努力去做，你却在那边给我发神经。没错，都是我说的，是我叫你敞开心胸，是我叫你解开误会。 是我发了神经，叫你去找他。我还有更神经的，到底在说什么？